呢條題目咧想求 BOA，O 係圓心嚟嘅 ，BOA 係呢一隻。咁我哋咧見畫咗一個紅色嘅三角形啦，呢、这個三角形一個等腰三角形，因為呢兩個都係半徑啊嘛。因此嗰、那個三等腰三角形底角呢、这個五十度，隔離呢只都係五十度，即使呢一隻咧係三十度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又再觀察啦，呢、这、一個咁樣嘅樣子咧，其實當 AB 係直角，呢、这個三十度，这个、呢個咧就係六十度，將佢乘二啊嘛。圓心角2倍於圓周角，咁所以就搞掂啦。